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们来学习《道德经》第二十章。这一章的标题，我是把它写出来：众人皆行我独醉。一般人的用语是怎么样的用法？对，一般人的说法是觉得啊，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般人会有这样的认知。但是我们看看老子怎么自我介绍。这一章是老子在自我介绍啊，他介绍的竟然是众人皆醒，我独醉。为什么？因为一般世间人不了解他，看不出他的智慧，看不出他的心灵的纯真纯净。一般人用世俗的眼光来衡量来看，就觉得老子这个人，哎呀，你这个人没录用，你这个人没什么价值，所以就冷落他，忽略了他，甚至还会欺负他。但这是一位宇宙最高的心灵，地球最高心灵品质的人，在地球来出现，来示现，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理，生命的实相是怎么样。但因为一般人不了解，所以他就变成要保持得很低调。我们来看老子怎么样自我介绍。第二十章起。这个很可爱的老子竟然是这样在自我介绍。这样的介绍一般人还是不太容易了解，所以我在帮老子做一些介绍，做一些白话解释，让大家比较进一步去了解。哦，原来他所讲的深意是这样。白话解释起。
孔子在昔，以宇宙为舞台，世间人都追求成为很厉害、很有作为的人。如果老子看起来像个老顽童，没什么作为，世间人热衷于追求功名利禄。我见于世间人不同，只重视回归到与天地父母合一。我们来介绍一下老子这个人，因为前面是他自我介绍了，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很少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在介绍他自己，把自己介绍像个老顽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作为大用途，但那是一般人看不懂他才会这样，所以他讲出的是一般人的眼光中的老子。这个是不是他真正生命的实相？不是啊。所以要知道，他介绍的是一般人看的老子，一般人对他的了解，一般人眼光中的，所以他讲出的是一般人的所看的、所了解的。至于真实的老子跟里面所讲的、跟一般人所看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但一般世间人是用他世俗的眼光来看、来衡量，所以就会认为老子这个人是个老顽童啊，不通人情啊，不会要跟人家逢迎巴结讨好啊，不会要讲那些人情世故啊，都只是做他自己的。哎，但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大智慧者，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宇宙的真理、生命的实相，什么是颠倒梦想的生活，什么是真实、快乐、幸福的生活，什么是牵肠挂肚的人生，他是怎么来的，什么是真正幸福、安心、快乐的人生怎么来的？所以老子是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智慧，只是这些价值观呢，跟一般人的认知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他就变成，好，该讲的我会讲，但是我要保持很低调。来，我们从洛阳这边来介绍老子哈。上次介绍的是老子他出生的地方，他是在河南的周口鹿邑那个地方出生，他中老年当官的时候是在洛阳，也就是那时候周朝的国都。那时候周朝的国都洛阳这边最初是当朝廷里面的书记官，君臣的对答他做一些记录，后来改去做国立图书馆的馆长，保存国家的那些重要的经典资源，包括重要的资料。老子他在洛阳的时候，这个地方听说就是他在洛阳当官的时候住的地方，老子故宅。当然这个是后来有翻修过了，以前住的就是在这个附近了。这是他在朝廷里面有当过书记官，做一些记录，后来改当国家历史的史藏馆的馆长，也就是国立图书馆的馆长。这是我们去参观老子他在当官时候居住的住宅。当然这个是清朝的时候修建的，现在呢因为都荒废了，有人发心觉得老子是一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这是全世界的伟人、大智慧者，他以前所住过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做一些纪念馆，让大家可以缅怀这位先贤伟人。这是老子住过的地方，一样都有上善若水，道法自然。这边还有一个小讲堂，当有人要学习，老子就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他讲的都是以道为主、为核心。孔子也曾经多次来跟老子请益，老子也都毫无保留的来回馈。这也是在洛阳这边有个地方，这是孔子到周朝的国都来向老子请教的地方。这个地方以前有个纪念馆，但是都已经荒废了，
只剩下一个纪念碑。孔子本身就是饱学多闻的人，哇，他看到老子这号人物竟然是这么样的智慧啊，那一种格局、心胸、度量，哇，让孔子很赞叹。所以孔子就尊称老子为龙，神龙见首不见尾，高深莫测。这是孔子对老子的尊称。大家再把这些重点我们再复习一次。其天学无忧，为之以乐，相去几何？善之以乐，相去若何？人之所谓不可不畏，况其其未央哉？一句好好的话，一句逆耳的话，实在差别这些就是老子在跟我们勉励。如果我们视野狭窄，我们从自我自私出发的话，都会用二元对立的立场来审判、来衡量，顺我则仕，逆我则非，就会造成很多的恩恩怨怨冲突。老子是要我们，你要提升上来，你要提升到更高的格局、更高的层次来看，不要在那个狭窄的角度来看。你从狭窄的角度去看、去界定别人的是非好坏善恶，未必正确。如果你没有跳脱出来、没有提升到更高层次的话，我们很多的界定、很多的论断是不正确的，但自己不知道，因为都一直守住在自己的角度去看，而没有从更高的层次看，也没有从对方的立场来看。这个就是老子要我们思考要有深度、有高度，要从平面的提升到立体的。这一章开始，起。别人骑着马当大官很威风，像个大将军很威风，骑着马跑得很快，马跟牛的速度差很多啊。所以马，哇，它日行千里，没有那么多了，日行百里，但是牛呢，一天走个10公里就已经很远了。别人骑着马要去争、去抢啊，那是别人的事情，我老子有我老子要走的路、方向、步伐。别人骑着马要争取更多的名利，当然那也是他们的选择，不能说好或不好，
老子呢，他看到世间人在名利的世界里面不断的在那里争争争，从小家庭到社会到单位，常常都是为一些利在那里争，到宫廷朝廷已经是很大的权势，已经是拥有很多的名利的，但是还是不知足，又是在宫廷朝廷里面在那里争斗。老子看到，哇，世间人的思维方式是这样，世间人的价值观是这样，所以老子感觉我不与世间争，我不与世间争，你们要怎么样去争那是你们去做，我要过实实在在的生活，我要做真正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后代子子孙孙的事情。所以后来他就辞官回他的老家。这里又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好，起。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愚，我愚人之心也在顿顿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从世俗的眼光来，是这样在自我介绍。世俗人都觉得他们很行很厉害，大家好像有丰功伟绩，大家觉得很风光，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呢，老子他觉得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愚，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你看哦，老子他就是这样，他很清楚的知道人生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才不会迷失迷惑。世俗人有很多的荣华富贵，老子呢还是骑着牛。在现在的繁华的都会里面，大家有豪华的轿车可以开，我老子被分配的还只是一头牛。如果现在的雕像要改成坐其他的，或是阅兵车上啊，这样的话大家又会觉得不合体制，不行，还是分配牛给他骑，没关系，在现在的都会丛林里面还是一样，你们开你们的豪华轿车，他还是一样骑他的牛，与世无争，但绝对不消极，而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我该怎么走，该怎么做，才能够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做实质利益国家、利益后代子孙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误解老子的无争，他前面讲的那些很客气的话，那是因为世俗人不了解他对他的论断，但老子的生命从来没有虚度，他都是很脚踏实地的在面对自己的生命，也面对整个社会跟后代子孙怎么样做真正能够利益社会的事情。所以他不当官，回到他的老乡，再继续跟有缘人来讲《道德经》，而如果听不懂的话，再加一些解释《道德经》妙解。所以要知道，老子绝对不消极、不悲观，他的生命是很认真、很积极的。继续，起。叹息息若海，流息若无止，众人皆有。而我独安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耻辱，淡泊名利兮，心如大海，海纳百川，如
这里有几句话哈，希望大家好好深入去体会哈。淡泊名利兮，心如大海。不去跟别人计较，不去跟别人争，他的心是很宽大的，心如大海，海纳百川，所以他才能够在周朝国都里面，在那一种混乱争夺权势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全身而退。他在国都里面当了三十几年的官，他能够保存他的清净，保存他的超然。如果他介入派系之争，很容易他就会卷入那些是非漩涡里面，生命可能就难保。所以老子不是消极，而是他很清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要落入那些二元对立。他所做的真正是要为这个国家好，为这个社会好。这是老子回老家之后一样去讲学一段期间，后来他还是觉得啊，要退休了，要退隐了。那时候80几岁了，他就辞别故里，然后就西出函谷关。来到函谷关，结果呢，因为县城的县令是他以前皇宫里面的旧事，以前的一位将军，认识老子，所以知道老子这一位是很有德行的人，很有智慧的人。这位县令呢，你看放下他的官位主义，诚心的邀请老子，因为他知道老子是很有智慧的人，希望老子把他的智慧写出来，留给后代子子孙孙。你在退休之前就对你这样一个邀请，这个县令你看哦，很诚心很恭敬的邀请老子把他的智慧写出来，道德经就这样在流传下来。这是当初提供给老子写经的地方，这是在函谷关那边，这个都是有历史的记载。老子就在里面写经，以前写道德经因为可能比较深，一般人还不太容易了解，所以他现在又在写一些解释。因为室内有时候比较热啊，所以有时候到外面户外树下，这也是他户外写经的地方。我讲的这个是有记录哦，旁边一样啊，都有记录，这是老子写经的地方，有室内也有户外嘛。经过一段期间之后，这个宝典问世了啊，你看地球上最高智慧的经典就这样形成出来了，代代流传。虽然有不同的版本，因为在流传的过程会有一些落差，不同的版本，但是大同小异，而那个相同的那一部分就是最重要的。老子写下了道德经之后，一样又是不着名利，不贪什么，就这样又西出函谷关去了。前面那个宝塔的地方就是函谷关的关口关卡，他从那边过来，在附近写好道德经之后，然后慢慢的往这个中间下来走进去，这个是函谷关的关卡。然后他就到那时候的秦国地区，他到那边本来是要去退隐，但是有人知道哎，老子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又邀请他能够跟大家做一些回馈，所以他在三秦地区做一些讲学。而这部道德经呢，它是普世文化，这是全世界的智慧，合乎科学又超越科学，没有宗教色彩，但是却能够解决所有宗教最深层的那些问题。因为真正的真理实相它就是如此，所以老子是讲出宇宙的真理实相。这方面呢，真的以后他会大大的利益全世界，世界各国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也都越来越重视老子的智慧，所以在世界各国呢，有越多的国家都不断的在重视，也在翻译老子道德经，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现象。
真的欧美很多国家他们已经越来越重视道德经了，而且像德国他们现在把道德经列入为家庭里面人人必备的一本书，德国的前任的总理就推荐希望德国的每个家庭大家家中都有道德经，所以现在道德经在德国已经形成第二本圣经了，它的重要性正在逐渐的提升，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你们现在所在学习的道德经的智慧，希望大家学到老子的智慧，学到道德经的智慧，然后能够应用出来，不是学一些知见然后去跟家辩论要展现我很行我很厉害，不是这样，而是要学到智慧然后真的去应用出来做利人利己的事情。如果你对道德经不了解，那你就多看道德经妙解，多看几遍你就会清楚，然后了解说哦，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到里面的深意，怎么去应用出来。所以要像流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不是消极悲观，而是你要去做为而不争。这一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来研习道德经二十一章。这一章主要的内容就是在描述空无之奥妙。道德经的第一章就已经有区分出来了，什么是无，什么是有，但是因为这个无这一部分很深很玄，一般人很容易误解，因为一般人你用眼睛去看看不到，用耳朵去听听不到，用手去抓也抓不到，一般人就很容易认为我看不到听不到，我用仪器也检验不到，然后就把它认为那个空无是什么都没有，结果呢就会形成错解误解，而不知道空无的奥妙。在二十一章这里呢，老子再继续把空无它的奥妙它的深奥再把它做一些具体深度的解析，帮助大家不要误解空无。包括这一部分以前呢是被科学家所否定的，科学界十年前都还否定认为空无里面是没什么东西，这十年来科学界才碰触到空无的奥妙，这也是经过那个大强子的撞击之后，科学界才来到了空无的世界。所以这些都是好现象，而老子呢在2500多年前就把空无里面的奥妙他观察到的实相是怎么样来跟我们分享，这章的精华就在这里。我们来朗诵经文跟解释。其第二十一章描述空无之奥妙，孔德之容，为道是从，道之为物，为恍为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了兮明兮，
你看哦，老子就是这么真实的人，因为他的心很单纯，很纯真，很纯净，所以他能够用他的清净的心来感受，来观察，来体悟。他观察到真实的宇宙的实相是这样，一般人看不到，但老子他观察到，所以他很客观如实的讲出来。问题是一般人还是会质疑，还是会不信，所以老子他就会讲出说，这是确信的，我实际观察到，这是真实不虚的，我老子不会空口说白话，讲的都是事实实相。只要你能够真正心静下来，你慢慢你都可以感触到观察到。好，所以老子就很慈悲大爱的在跟我们分享他观察到的空无的特征特性是怎么样，从不同的角度再让我们进一步的去体会去了解。前面无的这一部分在《道德经》第一章我们已经有解析过了，这一章就是在把这个空无在做比较详细具体的描述叙述。因为人类的语言很有限，所以老子也只能够尽量的来解释，用人类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要了解无明天地之实，这个就是这一章最后面所提到的，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悦众甫。也就是这个道宇宙本体它是永恒存在的，它是法尔如斯，本来就如此永恒存在，而它存在呢不是没作用，不是消极啊，它是万有的源头啊，以悦众甫啊，也就是不断的在生化万物，养育万物啊。这是道的奥妙。而这一方面呢，无的物理是最近这十年来天文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才来到这个边缘，所以这方面是很深很深。以前科学界认为有一个绝对空无的空间，那个无里面就是所谓的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是变成所谓的完空断灭，里面什么都没有。但科学界当进一步探讨了解到无的奥妙之后，发现原来那里面是蕴藏很多的能源能量啊，它是万有的源头啊，都不断的从那个空无世界里面冒出来啊。所以科学界整个的论断观点都跟过去逐渐不一样了，才知道哇，宇宙这么奥妙。所以科学界也探讨到了暗能量暗物质是存在的，现在可以用一些方法来观测到，以前因为人类的科学仪器还跟不上来，测不到啊，测不到的情况之下，科学界就把那个领域否定，后来才发现这样太武断了，太偏颇了。当现在仪器越来越精密之后，终于可以探讨到哇，原来那个空无里面是那么的奥妙。而这方面呢，以前爱因斯坦他还没有接触到这个领域啊，因为是这十年来科学界才接触到空无的奥妙。所以很赞叹哦，老子竟然在那么早之前就把空无观察这么清楚，而且尽量用人类听得懂的语言来描述来叙述。这里我再用一些一般人比较能够接触到的文章还有那些词句来让大家进一步体会老子在描述那个空无里面的真正的深意，让大家不会抽象而能够体会到哦，原来它里面所含的深意是什么。上面我有提到空无能生妙有，这个在佛教的世界里面是有提到空无空中生妙有，空无能够生妙有啊。至于真正的深意是什么，很少人能够真正去了解体会到，当你深入研习道德经之后，你才会体会到哦，为什么空无能够生妙有。这就是老子他不迷信不用宗教信仰的
那些观念，而是来到这是真实的，这是可求真可求证的、哦、所以老子讲的都是事实，都是实相。在白话解释里面我有提到醍醐，这是在衡山拾得里面他们观察到，哦，他们也体会到天地有醍醐在其中。哎，这句话含义很深，也就是说他们观察到一般人看不到的这个空无，这个天地之间，一般人觉得这个没什么，你看出去的虚空除了有形的物质之外，这是有醍醐在其中啊。你看到的空间，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教室，你看的除了我们这几百位学员之外，你看到有窗户窗帘之外，还有这个空间空无。那这个空间空无，你认为它没什么，那是很奥妙的，里面充满奥妙，充满能量，充满祥和的气氛磁场。所以要知道，天地有醍醐在其中，以中国的文化包括中医所讲的就是所谓的气。那些在练气的人，他们要练的就是怎么样去在空无里面，然后去把那个气凝聚过来。为什么有些他们真的气功很强，我看过那些真正气功大师，这是现场表演，不只是在台上表演，我们也实际让他发功，完全在户外没有任何道具，当他真正接触我们身体，真的身体就像过电一样。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懂得向天地提壶来提炼那些所谓的正能量，那些气。孟子讲无善养无浩然之气，讲的都是这股气啊。包括文天祥正气歌这几句，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其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愚人曰浩然，佩乎三。这个就是文天祥他一样观看到，哇，原来天地之间是有正气的，而这个正气呢，当它显象出来之后，就像那个盘古创造日月星辰，所以杂然复流行，也就是说它从空无然后显象出来之后，就成为万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一切万有就这样从空无里面显化出来，而显化呢，就是因为里面有正气，有能量，有醍醐。所以老子强调那个不是空虚，不是空无，不是没有东西的。而这种能量，这种正气，这种醍醐呢，下则为和月，也就是当它显象出来之后，就形成为日月山川，都是这无形的能量演化出来。下则为和月，我们的山川河流都是那些空无的能量演化出来。上则为日星，在天上就是太阳星星。所以你看、哦、他们一样都可以观测到，可以了解到原来万有都是从空无演化出来。那我们人如果能够体会到我们拥有道，你内心里面就拥有这一股浩然正气，浩然之气，但你不会用这一种来仗势凌人，来欺负别人，而是你生命你会活得很有骨气，很有方向感，然后你又能够把你的生命意义，你体道悟道，体会到所在流露出来的就是善利万物而不争，它能够创造，不断的创作，生生不息，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你就会流露出道的特征特性出来。而这一股正气呢，佩乎赛昌明，它整个宇宙都充满了，不管到哪里它都充满这一股正气啊。我们大家要好好体会哈，不要用过去的观念认为、哦、这个没什么，那个没什么、啊、然
那是很粗糙很肤浅的观看，我们要用心灵来感受，在大家觉得没什么的世界里面去感受到空无的奥妙，道的奥妙，然后我们从中去唤醒我们纯真的良心道之心，把我们的神圣的生命唤醒过来，跟道一样，把那个小我淡化。当我们心如虚空，你就能够包容万有啊。为什么你会去跟别人冲突勾心斗角？因为我们在保护那个自我，心量狭窄，你就会在那里跟别人勾心斗角冲突。如果我们心量如同道一样，如同虚空空无一样，你心量广大，你看哦，空含万有啊，海纳百川啊，那不是消极悲观啊，它能够善利万物而不争，能够不断的创造，所作所为又是在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希望大家从有形有相的物质进一步去看到那个背后空无的奥妙，不要只看到前景啊，要去看到那个背景。道德经二十一章就是在告诉我们，一般人觉察不到的那个空无，这个背景很重要。包括北斗七星，有没有看到北斗七星？这里有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也是空无演化出来的啊。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理解道德经，好好的深入去体会里面的奥妙，学习到里面的智慧，进一步把它应用出来。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